这一题、哦、记住2:1把它写上去，免得要忘记了啊。来，这个题目要怎么画？一样像这种题目、哦、第一个时长、啊、只要知道时长就可以了、啊、所以你可以看、哦、老师把这些线、哦、先把它画出来。好了，第一个，哎，等一下，还没有，嗯，所以我只要知道这个垂直线，啊，跟水平线相对的位置，啊，好，来，你注意看了，好，我先画这一条线，再来量这里，好。量这里，量这里，我就可以知道相关的那个在等角图上面的位置哈。好，来，老师先画一次给你看哈。好，来，我这里先画一条水平线，先画一条水平，哎，对不起，不是水平线，怎么是水平线？哈，等角线。好，这一条线就是这一条线了，先把它放大两倍。放大两倍。好，有没有放大两倍了？好，老师会放大两倍，有时候是这样子画。这边画，这边画。好，放大两倍了哈。这里再来画这里。好，同学特别注意哦，比如这一点是 A 点，这一点是 B 点，所以这一点是 A 点，这一点是 B 点。好，我现在这样子量，嗯，一样两倍哦。好，再来换量这一个，哦，这个有个小的，哦，真的是很小，小到不能量了。那这样量一下，两米里，啊，所以是四米里，啊，好，再来量这里，啊，啊，两倍哦，好，所以你可以看啊。我现在这一边这一条线，就是这一条线；这一边这一条线，就是这一条线。这边这，哎，我少画到一条线啊。嗯，对了哈。这三条线出来，我刚才少画到这一条线。好，我就从 A 开始了。好 ，A 开始，一，嗯，好，好，这是这一条线了。啊，这一条线就是这一条线。好了之后，来，我先量这一条线，就是这一条线嘛，哈、哦。好，量这里。好，量这里，一样，两个长度。好，这样子我就找到，好，比如这里是 C 点。啊、哦，这里是珠点啊，啊，珠点，好，再来哦，我们再来量珠点哦。啊，珠点，嗯，嗯，好，这
样子我们就找到主点了。再来一点，好，放大两倍哦，哈。我一直觉得联考应该要画这种比例尺，不要每次都一比一啊。啊，哎，这刚好，这也是这个尺寸。好，所以我这里相关的点都找出来了。所以你看看，我用红笔来画好了。啊，这个就是F 点哈，啊，所以这个就是 F 点，所以呢，嗯，后面因为会被遮住，我们就先不画。好，再来哈，这个 D 点是顶点哦，所以我们要把 D 点往上移，啊，往上移。D 点再往上移哦，垂直线拉出来，哦，它的高度在哪里？是这个，是这个，对不对？所以两倍，一、二，好，所以顶点找到了，现在就可以拉这些线。啊，所以这个画出来就是它的三视图，对不对？立体图啦。啊，所以这样子画。